那塑胶老板是啥物？这我看伊都拍片的啦，信息也拍片的啦。大哥，你啥无代无志在这边做啊？无啦，阮女朋友咧办耳饰啊，伊当啊庆生。大哥，顶一个嘛是安尼甲我讲的，结果伊请你做某物件。讲真正无啦。你耳饰在内底啥？化妆品啊。你看一下吼。化妆品吗？就刚刚在你车上哦，看到这一包哦，跟正这一盒里面哦有疑似咖啡包的东西，我、哦、现在在你面前准单做一下哦，毒品初筛检验哦。你要打给谁？我女朋友啦。一条线哦，阳性反应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里的二级阳性反应，我、哦、现在要。哦，跟你说一声抱歉。